痛苦令你困扰。万物有灵智，那片白色便有情思，像云，有了情思才能爱人，又像冰，可我的情思丢了，没有情思我也没办法再爱上别人。千重思虑，落笔变化飞鸿。江饶，你究竟去哪儿了？叶大公子今日运气可是不佳，你的斗篷还在我这里呢。真香，这人倒也可爱。罢了，我也不急这一时。雕虫小技，还想抓你姑奶奶？故人重逢，真是巧了。他太近，真是冤家路长。你是吃下他，还是孤脚多一件狐裘了？有个女子求见，说是您的故人，让她见了吧。我奉景王之命前来劝叶将军归降，加官粮草告辞，叶家戍边守仅于三日之数。我说投降，恳请陛下先拨粮草歇一歇。臣定当竭尽全力守住加官。像这样的奏疏，你不是当一品，又可有粮草送。你也知道，你心怀慈悲，再这样下去，乃是仁义之举。若为暴君所使，圣王是天下之祸，根本就不在意将士的生死，还不如另投明主。这座城池是信他的。不要再说了，走！我只是一只狐狸，难不成让你懂得什么国家大义？我们家官是谁？就朝廷封，自当尽心竭力守住守护江山。真的不在乎将士的性命，只希望天下再无烽烟，有朝一日能够重归于途。领陛下命反正你在前线待着也不自在。我先行一步，等你，等你回来。过几日我们也要回去了。你这个逆子！有外伤，不能饮酒。我刚化形那会儿就被爹娘打出了家门，有什么好哭哭啼啼的？这整间的夜市就让我来给圣国上一条一条。你担心你做了错误的选择？陛下已经下旨，在我看来，优待俘虏，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军容见诊，军纪良好，发生斗殴两起，屡教不改。随我吃了。那这个月你也可以不用休沐了。你想抗命吗？你是一国之君，整个寝宫都是你的。你不休息，我们这些做粮鼠的不用休息吗？老娘已经八十多天没有放假了，早晚搞到解药让我跑掉。这天底下还有能让你难以启齿的事？说说吧。你看这不就清清楚楚了吗？只要是人都可以喜欢别人。谭台静，谭台静这人，我祝你孤独终老。叶将军，你真的很合我的眼缘。你若想要朝朝暮暮，我并非你的良菜。若你只想要片刻欢愉，我随时奉陪。可是我非要与你朝朝暮暮呢？你是铁了心要的人，偏然啊偏然，这偌大的寝宫，难道就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吗？啊，看来是有的嘛。当时他强迫你吃下的那颗秘药，只是一颗滋补的药丸而已。才决定偏然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能遇到你已是万幸。物有灵智，便有情思。有了情思，才能爱人。可我的情思丢了，连别人的情思都要占取，自己的东西。叶冰城，自己收好。你当真可恨？天然啊，天然！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以心血浇灌腐朽，终能从心所欲。这狐狸的脾气。过几日，我想出门散散心。臣，支离破碎的人，就由我来修补。